女性阴部如何清洗？首先，不要相信市面上卖的那些清洗女性私处的母母药水、母母清洗液。那些清洗液不仅不能把女性的私处清洗干净，还有可能破坏女性私处的酸碱值，降低阴道抵抗细菌的能力。使用专用的盆，女性一定要有自己专用的盆，不能再做她用。而且这个专用的盆也要常常清洗，盆既使用过一段时间后，就会有一些脏东西附着在盆缘或者盆壁。使用肥皂类物质清洗干净是很有必要的。自己每天用过此后，就要把盆壁用清水洗干净。清水清洗，平时清洗私处的时候要用清水清洗即可，不需要使用母母洗液。也不需要加其他的物质，把烧开的水倒入盆中，晾凉。